兄弟们，这不是来到三亚了吗？今天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小姐姐，问问她会不会打台球。哎，小姐姐你好，请问你会打台球吗？你装什么不认识？你约我打台球吧，还让我下来接你。好吧，我承认这是我的富婆闺蜜，今天专门开着豪车带我去打台球的啊。走喽，来吧，拿杆啊。我跟你打球还用杆啊？不用杆，用嘴打呀。你打不过我的，我的台球技术可比小的时候好多了，我今天就要打败你。今天我要是能输给你，全场的酸奶王公子买单。来吧，开球。哎呀，都没有劲儿，还跟我打台球呢。打球不光得打进，你还得配球，觉着点儿。这不是跟你学的。先打一号位。你这个顺序能对？这也太难了，既费体力又费脑力。会像我的球技一样提升吗？哦，还可以啊，但是不够丝滑。我给你表演一个丝滑的吧。走，我带你去玩一样年轻人的潮酷运动，看你还有没有阿姆西这样丝滑了。什么运动啊？主播出了，看这手船，这是你的吗？对啊，今天就是你的了，哦、我给你当船长了。走，太猛了！会滑雪吗？嗯，会滚。哇，好厉害！好，慢慢走，抬手。Hello, it's me. Next to me, guilt is burning inside. I'm hurting. This ain't a feeling. 没关系，又活了一天。啊，这海水太咸了，但是微博冲浪挺好玩，太酷了。生活嘛，就得玩得起来，就像阿姆西一样，随时随地享受高端。宝贝，来补充点能量。行，让我前一会儿吧。接着下去开弄吧。我感觉我就要成功了。来，好羡慕啊！I'm trying to put you in the worst mood. Be one cleaner than your church shoes. Really point to just to hurt you. All red lamps.